今日去呢个鱼心园木化石公园。好啦，如果喺呢个荃湾西咧，我哋 D 出行过嚟咧，就过呢度行几分钟咧，就嚟到呢、這个鱼心园噶啦。全亚洲现存拥有最大规模木化石藏品的城市公园，于2023年底开幕。鱼心园是香港独一无二的新景点，园区及设施占地约7万平方英尺。园内展示一系列弥足珍贵的木化石藏品，为本地市民和海外游客展开一趟跨越数百万年的数古旅程。访客能够触摸和欣赏这些珍品，已是难能可贵。园区设计更是别出心裁，融入很多教育元素和互动设施，致力把鱼心园打造成为一个鱼家学地标。访客在游走公园的同时，可了解石化过程、水分和火山灰的影响，以及百万年的时间洗礼。让我们先睹为快，探索这个香港首个及唯一木化石公园的特色。体验馆楼高两层，主要透过天然方法保持舒适温度。馆内展出多件侏罗纪年代和上新世年代的木化石，并利用多媒体和互动科技，从历史、科学、美学角度呈现数百万年的石化过程。体验馆定期举办工作坊，适合学生、长者以至任何人士参加。对史前世界充满好奇的访客，亦可参与一连串导赏团和特备节目。
感谢观看，记得订阅香港背包，有新视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